为台湾的领导者罗清标。副总统赖清德第四度现身云林辅选，西螺大桥旁的造势晚会涌入绿营支持者。高雄市长陈其迈喊出“云林不能输”，台积电来高雄投资，你若拣一个唔对的市场，啊，遐本来就是要做赛马场，啊，赛马场、晶圆厂差价哩那济，同款的道理，你若拣一个对的市场。咱的农业整个升级。刘建国有赖清德加持，对手张立善巡回到麦寮乡，立委高金素梅助阵。李伟生，高胜。女力合体徒步扫街，挨家挨户请托拜票，总部估计随行民众2000人。关注候选人丁义德和张立善。不能抢攻浊水溪以南第一站蓝绿厮杀激战，副总统赖清德与刘建国在晚会前先到西螺福兴宫参加西螺妈祖太平妈洗尘大礼，全程遵循古礼。拜。赖清德单日奔波南投云林，为民进党南投县长候选人蔡培慧助讲时提到，历史上南投受到两次重大伤害。这个是天灾，啊，这个是人祸。天灾就是921大地震，啊，人祸是啥呢？就是前馆长李朝天，讲一个馆长。选前倒数冲刺，蓝绿互有大咖站台，把握最后决战关头，用力拉票催票。三立新闻6亿的林伟基、杨静 ，SBS 小组云林报道。